商标也要装潢，它很薄，却是生活好帮手。彰化市上淳实业公司专业制造 PVC、OPP、珠光膜等各类彩色收缩膜商标。举凡日常生活的塑胶瓶、碳酸饮料、罐子等等，透过色彩亮丽的印刷，表现产品的光亮、鲜艳、高尚，增加产品的价值感、美观度和竞争力。董事长杨启顺说，一薄膜一世界，尚淳薄膜紧贴你我，创造优质生活。啊，想要创业的时候，来做这间公司啊，安尼。啊，算青岛来做的时阵，嘛，算来讲的，一寡工课嘛未饱，啊未饱的时阵嘛等于讲，嘛是爱努力爱打拼。杨启顺目前也担任彰化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的监事，平时亦热心参与地方各项公益事务，甚获各界肯定和好评。他在彰化市创立尚淳实业公司，从事各类彩色收缩膜商标，创业之初也吃尽苦头，如今仍然点滴在心头。这条商业会诶，模范楷模哦，实在真感谢咱会对阮尚淳吼诶重视，吼，实在真感谢。杨启顺说，商场竞争为了生存一定要支撑下去，不容放弃。尚淳实业一步一脚印的做法也获得味全企业的信赖，彼此合作，公司更加稳健发展。他强调，尚淳是在地企业，永远以客户消费者的角度与立场为出发点，贴近民众，为大家创造更优质的生活。公益频道彰华语彰化采访报道。